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副社长 Niki。耶，又到了每周四必有福州报的时间啦。那今天要推荐给大家比较不一样、非常特别的 BL 作品，那就是三部经典的人外 BL 漫画。那不知道大家对于人外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那社长首先在这边呢，先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人外呢，以广义来说的话，就是指人类以外的存在。那像是天使、恶魔、兽族、吸血鬼、精灵啊、龙族等等的鬼族之类的，反正全部都是属于人外的范围。那常见的 BL 漫画作品呢，大概像是我之前影片介绍过的 MADK 恶魔调教，然后还有抖 S 幽灵不让我睡，还有经典的 ABO 之作，就是兽人与少年 Omega 的命定契约，还有现在非常火红的神之灵。那甚至到我前几天有推荐过整理的三部，就是吸血鬼的韩漫，其实这全部都是涵盖在里面的。可以说人外的题材在漫画界算是非常的受欢迎的。那如果你们也是喜欢人外设定的小豆腐，那就接着继续看下去吧。首先第一部要推荐的作品呢，就是提欧。故事内容讲述从前有一位被称为拔的神明，用尽自己的力气呢，让人类免于灾难。但是由于体内释放的热气让太阳太过于强烈，那人类呢就选择将它放逐。而我们的小公力呢，就是美丽的拔族后代。那小兽呢，提欧则是代代都侍奉拔族的人类。那虽然是基于血统所决定的主仆关系，但是力呢却在一起生活之后呢，慢慢的接受温暖的提欧，两人呢也是对对方产生了恋爱的情感，是一部人心交织的暖心之作。我自己非常喜欢老师的分镜还有画风，整体都带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十分的浪漫。这种日常的唯美感呢，真的非常能抓住人心，算是比较清水一点的可爱漫画。所以如果喜欢小清新啊、小清水的那种小豆腐，可以关注起来了。虽然这位老师后续是没有再画 BL 漫画了，不过他有出另外一部百合漫，就是与你相恋到世界尽头，主角呢也是十分的可爱。老师甚至还画过少年漫，就是玉都事变，可以算是就是漫画界的斜杠女神的。那有兴趣的小豆腐呢，就不要错过这些作品啦。那第二部要推荐介绍呢，也是人气非常高的连地老师的怪物与野兽。那是讲述一个外表丑陋内心纯情的温柔怪物，还有外表绅士内心野兽的万人迷大叔的故事。这部内容讲述传说森林中呢有住着一头怪兽，就是科福。那因为长相太过于丑陋，而且又非常的庞大大只，所以人们呢都相当的畏惧它的存在。直到有一天，科福就听到了就是旅人大叔利昂的求救，内心相当温柔的野兽呢就便出手救了利昂。那这位大叔利昂呢获救之后，不但没有畏惧这头怪物，反而还笑着就是对科福说：“哎呀，你长得好丑，但是你好温柔。”有一种在唱歌的感觉。反正科普呢就是第一次遇到不害怕自己的人类，便试探性的问说：“那就算我现在要吃掉你，你也不怕我吗？”那自带就是自虐性质的大叔呢就是这样回答了：“你说的吃是字面上的意思，还是在婉转的说你想要上我呢？”那如果是前者的话呢，就有点头痛了，因为毕竟生命就要消失了。那如果后者的话呢，非常的乐意。那听完这番话呢，纯情的科普就正经的说：“你才是一个怪物吧。”大叔反而非常的从容回答说：“嗯，大家都常这么说我。”于是呢，这两个非常反差的人物呢就一起踏上了冒险的旅程，真的算是非常有趣然后又可爱的作品了。那我们的科普真的算是纯情到不行，令人心痒痒的，个性就像小孩子一样，就是常常会被反撩，被大叔撩的不要不要的。那台版目前已经出到第三集了，肉也是有点小香香的，因为毕竟有体型差嘛，所以喜欢这种反差设定的小豆腐一定要去看一下咯。那最后一部要介绍的呢，就是天使拍档。因为前两部介绍的都是日漫嘛，所以最后呢就来介绍一下韩漫的部分。那故事内容讲述小兽金浩呢，从小就是看到各式各样灵体的存在，甚至摸得到他们，而且还可以跟他们交流。某一天呢，有一只白色的小鸟就是把小兽的钱包给叼走。那他花费非常大的力气终于找到那只鸟，但是却因为不小心抓得太用力了，就把人家翅膀给硬生生
是折断的，然后白色的小鸟就此痛晕过去，然后变成了原型，也就是天使的模样。没错，那位天使呢正是我们的小公泰克。那这时候泰克就对小兽说，就是你把我的翅膀给折断了，所以你要对我负责。于是两人呢就开始过着纠缠不清的甜蜜生活。我真的算是要大推一下就是这部作品，尤其是泰克就是变成小鸟形态的时候呢，会跟在就是金浩的身边，然后谁看到的时候就不会说一句真的是超级萌超级可爱的，只能说是全程都是让人家融化的萌点啊。然后再加上就是泰克那个温柔然后会聊的个性，就是天使嘛，总是克死我了。那这部在韩国呢已经完结了，那中文的连载呢是在快看漫画那边做连载的。那因为没有实体书嘛，所以如果想要去追连载的话呢，可以去那边看看。那这部漫画呢甚至在韩国还有出就是实体的周边，非常的火红。当我看到推特上疯传的小鸟娃娃的图片的时候，真的是被萌翻到不行，还有资料夹贴纸什么的，因为那只小鸟真的太可爱了。那说到韩版周边的品质的话，真的是不是我要吹，真的每一个都超级有质感又超级有诚意的，所以如果喜欢收藏周边的小豆腐，那就不要错过这部作品啦。好的，那今天的推荐呢就差不多到这边了。不知道大家对于人外的作品呢有没有更加的认识或是更加的有兴趣的呢？因为光是人外的属性就有不少好的作品可以慢慢的推荐，慢慢好好的品尝。像是我们团队中的伏魔编最喜欢就是吸血鬼系列，那片师小艺呢则是喜欢天使啊还有恶魔种类的。那我自己呢是只要是强兽都喜欢，像是 MADK 的恶魔兽，还有怪物与野兽那样子的引领型的控场型的小兽。那之前我开箱身后的书柜的时候呢，也有说就是小豆腐送我的这个就是红装呢也是人外的故事。它是一个人族然后还有鬼族有点压抑惆怅的养成系故事，但幸好最终两人都雨过天晴的得来了另外一种永恒的完美结局。那也是希望呢今天就是这个人外影片大家看得喜欢，然后也看得开心。我自己很好奇就是在大家大量的阅读 BL 漫画当中呢，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也是最推荐的人外作品呢？欢迎大家在下方就是留言一起跟我们分享哦。那大家也可以自己在留言区互相的看看各自有什么样推荐的书单。那如果有想要许愿什么 BL 主题的话呢，别忘了就一并也跟我说说咯。那最后记得帮我把这部影片按个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把这部影片分享出去给更多的朋友。 Instagram 的日常像也顺便帮我 follow 起来咯。我是 Niki，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拜拜。